2024年嘅6月16號，温哥華時間晚上嘅8點36分，喺香港咧都係即係17號噶咯喎，然後香港應該係差唔多接近中午12點。咁我哋都有一排冇講下呢個經濟狀況同埋大市。喺開始研究呢、这個市況之前咧，咁我都睇過。UK 嘅inflation 啦，即係個通貨膨脹率，個失業率，亦都睇過歐盟嗰個失業率同埋通貨膨脹率，亦都睇過美國嗰、那個，咁啊加拿大都睇咗，咁將幾個綜合咗嘅時候咧，發現咧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通貨膨脹率咧已經係受到控制，同埋咧有啲已經比較上開始接近低啦。咁而失業率咧就係、喺 Covid 之前咧就係、比較好啲嘅，咁而家咧就係、都係高啲啲，咁咧又唔係好多。譬如話好似美國係4% 咁，咁啊加拿大5點幾，咁啊去到歐盟咧就係6%，但 UK 本身都係都唔會係太高。咁換句話講咧，係 Covid 之後嗰個復原期咧已經係開始緊復原緊。七七八八，咁但系又唔系话完全复原晒，但系已经开始接近正常。咁特别系喺呢个 inflation rate 通货膨胀率咧已经比较低嘅时候咧，我哋可以预期咧，联邦储备局美国嗰边咧系会喺9月，即系大家估计啦，系会减息或者系更加早嘅日子，咁啊睇下佢系几时开始 announce。咁啊，加拿大呢边都已经系喺最近咧。就減咗四分之一厘。咁喺各種嘅形勢底下咧，我就會總結就係話，咁而家現時咧就係、算係比較歌舞升平，亦即是話咧係股票咧都係會繼續向上。咁你如果唔睇呢啲基本性嘅分析，咁你貿然話股票會升，咁就冇乜可能。咁對於新嘅朋友或者第一次睇《瑞菲投資日記》，佢會話：咁點解睇咗正話嗰啲 inflation rate、unemployment rate，咁我會覺得大市會向好咧？舉個例子，如果係通貨膨脹率已經係翻到比較偏低嘅位置，咁而喺 Covid 之前咧，聯儲局加咗好多次息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都係個息率係比較高嘅。喺呢種情況底下咧。做生意嘅成本咧，借貸成本谷高咗嘛？你買屋要 mortgage 供款嘅利率又高咗，even 就算你係供車每月嘅皮費亦都多咗，咁所以咧係百上加斤嘅。對於一般市民嚟講，咁當你inflation rate 係比較上偏低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唔使用高嘅利率去控制通脹。因為用高嘅利率控制通脹，意思就話收緊個銀根，咁大家借錢啊、擴張啊比較貴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就會諗清楚，咁啊少啲使錢，少啲花錢，即係少啲 demand，少啲需求，咁變咗嚟講個價格咪可以回落咯，撳翻個價格落嚟，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近呢10年控制通貨膨脹嘅一般比較常用嘅方法。咁好啦。喺現階段嚟講，我哋期望個利息會減。咁當利息減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又會諗咯。嗱，譬如你如果有1,幾百蚊喺銀行户口，你就唔會介意。但係如果你係有1,幾百萬喺銀行户口嘅話咧，你就會諗啦。咁如果係將呢1,幾百萬嘅現金，我擺喺個銀行度，銀行而家減息，咁我每一日或者每一個月。我係賺少咗嘅，擺銀行度。相對嚟講，如果我係擺咗入去股票市場一啲比較優質嘅股票咧，佢包括派息啦、分紅啦、價格嘅上漲，有時候有高有低啦。如果你唔好話揾啲風險股，揾啲比較即係穩陣啲嘅，包括銀行股咁，咁你可以收息啦，同埋係長期賺嗰個輕微嘅升幅。喺咁嘅情況拉上補下咧，你可以比較。你覺得我長遠計擺喺股票好啊，定係長遠計咧？我係擺喺銀行好咧，甚至乎係我會買債券好咧。所以個利息減咗嘅時候咧，
就會係牽一發動全身咧，係買股票嘅人啦，或者個資基金或者資金咧多咗喺少咗。利率降嘅話，減少咗嘅話，自然咧買股票嘅人係會多咗嘅。OK， 或者係基金將普遍上比較多嘅資金投入股票市場，咁所以股票市場咧又比較向好。了解咗呢個原理之後咧，咁如果係或者你覺得我唔想聽咁多，咁就話俾你聽咯。大市而家咧係向好嘅，因為嗰個基本成分析上面咧係唔錯。咁好啦，大市向好，咁啊睇一睇啦。嗱，面前呢個咧就係納斯達克指數，咁好多人咧就話我上次都講啦，六七八月咧就都係會好嘅，向好嘅。咁係咪真係咧？咁納斯達克指數現時17688.88。咁啊，上一個交易日咧就係星期五嘅時候升咗21點嘅啫。咁現時咧企喺高位呢度。咁啊，五年內係咪最高位咧？都係五年內最高位。咁由即係有記錄以來啊，即係喺呢個雅虎財經有記錄以來，係咪最高位咧？啊，都差唔多都係喎。OK， 所以現時咧納斯達克基本上咧可以喺短期10到20年嘅高位嚟嘅。咁呢個高位咧係即係高處未算高啦嚇，呢個咁但係睇五年啦，五年圖喺呢度啊，一支箭劈射上去，睇翻最近一年啦，啊最近一年，咁佢係喺之前16000左右咧徘徊咗一段時間，大概係有兩三個月，然後跟住咧就穿過咗16500到啦，就要向上走啦，去到大概接近17000嘅時候咧。玻璃回吐跌翻落嚟，然後跟住消化咗又繼續向上。咁而家就係正如我所講嘅，就係話暑假咧向好嘅呢一段啦。咁六月就開始啦，已經嚇並不臨上啦。咁到幾時咧？正常一般嚟講咧，歷史嚟講咧，多數都係去到九月底啊、十月初啊，咁又會高高低低又會回落。OK， 咁大家認住呢個圖咯喎。OK， 咁就話納斯達克。而家現時係升緊上去，咁起碼兩三月嘅升幅。咁下一輪嘅時候咧，可以去到九月嘅時候咧，再睇下佢嘅情況啦。OK， 咁道瓊斯指數又點咧？咁道指喺呢度啊，道指係你見到佢一高一低咁啊，好似類似係兩個雙頂，又唔係嘅其實。但係喺呢個五月中嗰個咧係高過呢個係三月。中嗰個嘅，所以咧佢唔係雙頂，佢係升咗上去又跌翻落嚟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屬於一個消化期，所以消化期即是話10% demand 消化曬啲 demand 之後咧，咁跟住又可能消化咗 supply 啦，跟住又會再上。所以下一輪咧期望咧呢、這個道瓊斯指數咧都係仍然向好嘅。咁如果你話喂，咁有冇技術性嘅分析可以支持我嘅論點？咁啊有，好容易啫，即係畫條線俾大家睇啊。道指由呢個2024年1月到而家咧嘅上升軌，就係正話圖呢條線啊，佢仲係斜斜地向上。咁呢條上升軌咧，你見到係有咁比較低啲，雖然30度咁，但係向上嘅。它的上升的速度比較慢一點，但是比較平穩比較安全。近排你知道 IT 股升到喉嚨聲，所以呢納斯達克就扯住上了。今天在這個 IT 股上面呢仍然都是蘋果呢，就這三個月升了成19-20%，即是從我買入開始。咁啊，微軟咧就升少少啦，大概 10% 到，即係我買入價比較高啊。OK， 咁啊，我覺得輝達咧 ，NVIDIA 咧仲係有得升嘅，因為點解？暫時基本上係 monopoly 做獨市，咁有邊個同佢可以競爭咧？咁新一輪咧就係九月Apple 又會推出呢個 AI， 咁同埋咧會帶動新一輪嘅蘋果產品，好似譬如我自己咧都可能想買翻架iPad 嘅 M4。嘅 CPU， 咁啊 M 而家出嚟 M3 啫，咁 M4 都未出嘅。我同個 iPad 嘅 M4 咧，係純粹係想到時試下蘋果佢今年九月個 incorporate 佢個 AI 系統喺個手機上面、iPad 上面係有幾好用法，因為知道啦，我係好中意 IT 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蘋果應該會更上一步。咁所以嗱，蘋果、微軟、輝達三樣嘢。夠你玩嘅啦，已經嚇。咁又好啊，其他市況又點咧？咁就當吹下水傾下偈啦。咁望一望咯喎。
咁啊，恒生指数喺呢度。恒生指数之前咧，几个月前我咪讲过嘅，佢话见晒底噶啦，即系烂船三根钉。而家去到15,000，你睇之前15,000嗰啲低过15,000嗰啲点，暂时应该都唔会再翻去。不过你要期望佢短期内大升咧，就比较困难噶啦。佢如果打横行啊，呢个度恒生指数打横行唔升唔跌。啊！你已經執到㗎啦，OK，咁你咪收下息咯。你唔好期望佢大升，大佬旅客又冇，你而家資源又冇啊，轉口港又冇，係咪先？正係一個轉型嘅階段，轉型即係從一國際嘅貿易城市轉成為一個珠海、深圳嘅內陸城市。咁阿爺好，佢咪好咯，OK，係嘛？好簡單。所以咧，你唔好太過期望恒生指數咧會有特別。即係跑贏大市嘅機會，仲有再加上咧嗰啲會計系統，而家又唔俾Big Four 去做，全部都係佢自己糖水滾糖漁啊，自己出嘅報告。咁究竟裏邊嘅真實度有幾多咧？會唔會好多有啲似呢個恒大地產啊諸如此類咧？咁即係話你自己要諗啦。變咗嚟講咧，呢個恒生指數咧就已經係變成一個第三國家嘅泰國啊、越南啊嗰啲咁嘅國家，即係啲市況隨時可以俾人操縱啊、舞弄嘅一個市況，變咗賭博性成分高。嗱，唔係話唔玩得，每個人嘅睇法唔同，賭場都有人入去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恒生指數嘅賭博性會比較高嘅。OK，咁啊，呢個大家要稍微注意下啦。咁啊，其他嘅市況又點咧？咁我又望一望嚇，譬如話。馬來西亞咧就係類似道瓊斯指數喎，OK，佢係不過細比道指弱一啲，細咧就比道指弱一啲。咁短期嚟講咧，Malaysia 咧橫向發展啊，即係唔好睇得咁好，打橫向發展。新加坡咧就話由舊年嘅10月一路升上嚟，OK，咁佢匯率又賺，佢股市又賺，咁啊新加坡咧嗰個勢咧。勢係唔錯嘅，咁但係咧，佢仲未翻上去2022年嘅高位。咁其實一下子暴升上去咧，唔係咁好嘅。啊，咁樣我寧願佢橫向發展咧比較安全啲嘅。OK，因為你暴升就必有暴跌。啊，咁樣睇即係話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上面咧係做得好好，做得好好。嗱，呢個咧就即係要讚下新加坡。OK，千祈唔好諗住股市咁直升又好啊，或者直跌又好啊，其實唔係嘅。新加坡股市咁樣樣咧，呢啲叫平穩嘅股市，係嘛？咁變咗賺錢唔喺股票市場賺，賺錢喺個生意上面賺，呢啲先至叫健康嘅股市啊。好啦，咁日本方面又點咧？日本喺面前，日本望望先嚇，嗰條線好舊啦，我取消咗條線佢啦。日本就係似道指喎，升咗上去咁樣樣啊！即係如果道指升佢又升，道指跌佢又跌，所以日經平均指數亦都係喺高位上面打橫向發展，喺度消化緊。咁睇下，但未來幾個月，當道指係會睇好嘅，咁所以咧日經平均指數咧，我仍然都係會睇好嘅。OK，澳洲指數又點咧？咁澳洲喺面前啦，澳洲係同道指差唔多。佢嘅只個波幅比較細啲，所以道指上澳洲指數亦都會上。我睇好道指，亦即時咧澳洲都會上。UK 咧就佢基本上好似呢個道指與納斯達克嘅 hybrid 咁啊，得睇下一年圖啊，OK，一年圖升咗上去，近排回落緊，OK。咁啊，應該都係暫時呢個消化啦，所以叫獲利回吐。所以我估計咧，UK 嘅市咧獲利回吐之後仍然都會上嘅。下個月嘅月頭咧，我就去呢、這個曼徹斯特同埋利物浦，咁啊探一探老友。咁佢啱啱移咗民去呢、這個曼徹斯特。咁之前有一個老友就移咗民去蘇格蘭，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。幾個月前去咗蘇格蘭一次，今次就去一去曼徹斯特。咁因為有機會咧，就去埋呢個澳洲，因為啲同學咧都喺澳洲。咁基本上而家咧就係四圍去探同學，反而出國嘅機會多咗啊，出國機會多咗。咁但係有啲地方唔敢去，因為嗰個啲法例太辣，
大家明噶啦，OK。雖然我唔係鬼佬啫，未必會俾人吉傷啊。而家可能係義和團排華，但排外啊。但問題在無謂啦。阿媽教落人多嘅地方，或者係即係有危險嘅地方，就儘量避開啦，唔好行埋去就算啦。OK。所以變咗嚟講，短期間咧，亞洲可能只能夠去下日本啊、韓國啊咁咯，台灣都得嘅。OK。咁其他地方就係避下先啦。OK。新加坡還可以嘅，我諗新加坡，咁仲有澳洲啦、紐西蘭啦，咁仲有歐洲好多地方都未去，係咪？所以如果旅行嘅時候先去咗啲歐陸國家咁樣，然後都過幾年啦，等呢個亞洲嘅狀態比較平穩啦，同埋咧起碼即係喺法例上面咧比較明確啦。咁而家你都唔知道係咩叫犯法，咩叫又唔犯法，完全唔知。咁變咗嚟講咧。仲慘過呢個買大細，買大細都可以搏一搏，冇得搏，所以我寧願即係多啲時間喺屋企啦，做下小生意啦，或者係睇下股票。人生就係咁噶啦。希望大家咧，今日係父親節，係6月16日星期日，咁祝大家各位嘅父親啦，就呢個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咁啊，小弟咧就係、基本上日日都睇市嘅，不過有時候得閒就會分析下咯。咁但係個市況咧係都離唔開個五指山嘅，除非投資日記，淨係講聽日。我對於琴日嘅市況係一啲興趣都冇。